阿祖，我求求你借我100万，救救小生！是你的亲骨肉，再不动手术，他会死的。阿祖，阿祖，4年前你嫌弃我是个穷小子，为了嫁入九家豪门跟景浩上床，打掉了我的孩子，还雇凶撞断了我的腿。现在想让我救你和景浩的孽种。 做梦！阿祖，不是这样的。4年前，你可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？你要是想保住你和陆凯朵的孩子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。4年前，我被林念念和景浩囚禁，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，就是生下我们的孩子去见你。不管你怎么想我，只要你肯借我100万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 啊！唐小姐，根据检查结果看，您患上的是胃癌晚期，最多还剩一个月。小山，妈妈死之前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。 路上不好了，唐小姐晕倒了。阿祖，哦，阿祖，也不是你，滚！林念念，又是林念念，我们虽然是夫妻，却更像小姐与恩哥。 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误会，我可以向你解释。4年前我和景浩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也没有雇凶撞你，这一切都是林念念她陷害我的。你还敢往他身上泼脏水？要不是他卖身酬勤给我治病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残废。他为了救我失去了一个肾。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？你在跟景浩上床。你够！ 你现在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信。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关系。可是小申，他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你能不能？对，200，包台领。200太少了，你就把我当成最便宜的小姐。 一次一点一斤，昨天晚上你至少给我2000。为了那个野种，你还真是脸都不要了。爸爸。 这是我花的我们一家3口送给你。阿祖，你以后要是再敢把这个野种往我头上扣，我们介意亲自送你上。2000块，就算不够手术费，也够小生输一次血的钱了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啊？小生。 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我也知道你一直想要我。妈妈，小生不需要爸爸，有这有妈妈照顾我，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小生，小生，小生。 小山，你一定不能让小生。阿祖，你知道念念怀孕了，所以故意开车撞她，想让她一尸两命。阿祖，你怎么能让别的女人怀孕？说，为什么要害她？我没有，是林念念，是她故意开车撞我跟小生，是她想杀了我跟。够了。
阿索，你害死了我两个孩子，我要你拿命来换。阿索，这辈子不管是我的人还是我的心，都只属于你一个人。陈少，你想写的血，不是小陈少写的血，都是血万血。目前医院的罪行告急，请问这些该救谁？阿姐，我求你，你不要沉默，小心点写好不好？ 他本身就是犯罪，我念念，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令所有人陪葬。阿苏，我就是要让那个野兽死。 我也是熊猫血，我也可以救小陈。 陈小姐，你这都1400了，你家人不知道你是癌症晚期吗？再抽下去会闹出人命的。没关系，继续抽吧。你来干什么？阿苏，你怀孕了。是。如果用二胎的脐带血给小陈做移植手术，就能根治他的病了。不过呢。 怀素已经打掉了那个孽种，唐岩生的病谁都别想救，他就乖乖的等死吧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我不相信。去问阿草。因为怀素她心疼我，所以她就杀了你的孩子来给我的孩子陪葬。对了，你那孩子是个短命的小姑娘，可惜了。那我拿去为了保她。嗯 念念，你杀死了我的女儿，夺走了小生唯一的希望，我要杀了你！不，怀素，我就是看姐姐昏倒了，我想给她送点热汤过来，没想到姐姐应该也是刚经历了丧子之痛才会拿我撒气的。怀素，我没关系的。阿祖，你怎么能杀了我们的孩子？ 周生的孩子，我会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。就算你怀的是我的亲骨肉，我也不会让他，因为你怀的孩子，我姓曾。跪下，我给你道歉。好啊，我跪。 喜欢装柔弱吗？就让你装个够！大佐，我的脸好痛，我眼睛好看不见了。你最好祈祷念念没事，要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。老欧，宝贝女儿念念被烫伤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妈，你别担心我了，我骗怀祖我怀孕了。 这次流产，他绝不会放过唐苏那个贱人。念念，万一你的身子要暴露了，以后咱们可怎么办呢？你是说了，唐苏那个贱人，顶多还剩一个月，等他死了，就没有人会知道他才是真正的林家亲子。念念，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唐苏才是。妈。 说错了，不就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？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呢？苏阿姨，既然你听到了事情的全部真相，那所有的秘密就随着你一起长眠于地下了。苏苏，我和你妈呀，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有100多万，用来给小陈治病的。你过来拿银行卡吧，妈。 快说来，唐苏把我妈杀了！我们的母后，她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要杀了她！不是我，你们可以去查监控。当时我在。陆先生，我求求你放过苏苏吧，她只是一时冲动，她想杀念念，林夫人拼死护着念念，所以她拿刀就要捅。
孔丹平夫人，苏作，你就跟你本上实话实说吧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根本就没有伤害林夫人，你为什么要跟林念念一起来陷害我？你别告诉我妈在说谎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把东西做出来。陆先生都跟我们交代了，要好好招待你，给我打！只是让你吃这点苦，还远远不够呢。林念念，你干什么？唐素，你问错了，你不该问我要干什么，而是该问怀左要干什么。怀左他说了，要我将你这双杀人放火的手剁了呢。你放开，杀人的是林念念，你放开。不要，不要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要觉得我是个恶毒的女人，我只要一想到我妈被她变成了植物人，再也醒不过来了，我就恨不得为她报仇。念念不过，我只是怕奔东当你的手，他这双手我亲自捏。我们一些曾是对方，万万还没想到，曾经说要保护我一辈子的，现在却为了保护别人来伤害我。苏苏，我想保护你一辈子，加油。我的儿子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不是在监狱吗？我的手，难道他知道我得胃癌了？阿祖啊，阿祖，我们离婚了。让我成全林念念那个小三儿，我死都不会同意的。喂，帮我处理的人。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会给你100万。你的那个野种要是没钱治病，可活不了几天。好几次的努力只为你可欢喜，伤透心的温度没伤心。如果你知道我快死了，会不会后悔这么对我？喂，是唐苏吗？我们下周要拍个电影，缺个演员，1天10万，来吗？10万，距离小生的医药费还是有不少距离，但也算解决燃眉之急了。导演，你不是想要钱吗？今晚好好陪我，你钱有的是。你别管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，你放开！装什么清高？早这么快多好，省得花这么多力气，我还要留着力气对付你呢。哎。路上我花钱转花，没碍着你的事儿吧？哟，嗨，感情路上你也是喜欢这妞是吧？哎呀，不过你说这妞倒是挺贵的啊，我今晚要了她2次，总共4万。不过这妞伺候的倒是挺熟，这剩下的2万块就当是孝敬路上您的了。1次2万，既然你这么缺德，好好缺德，好好为你发财。各位老板，一个水性杨花的你们随便。好啊好啊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，宝贝儿，这里不方便，我们去楼上。不管上哪。你要死我都给你，要命我都给你。
我让你脱了，我让你脱了。这就是我清清白身、深爱过的男人。我想保护你一辈子。你对我的承诺，终究成了心。桑梓之痛，牢狱之苦，这一切都是我活该，怪我罪该万死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魏有晚期已经不给他吃药了，你又在这给他收拾吧。你说谁魏有晚期？你让我给谁收拾？病人有未来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这样就不给他药，如果再晚了一会儿，就会休克而死。他身体一向很好，就不可能。在他死之前，都陪陪他呗。他会死的。我魏老师。 苏苏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跟我生气好不好？你醒醒，先过来只有你愿意，我们重新。苏苏，我这苏苏，他现在在这唯一，每到天亮，一次一晚，我不敢，我要你拿瓶来换。唐四，你说，还有多少男人？ 是故意杀的原因，对不起，苏苏。苏苏，我又梦见你了，回来了。你没有走，是我。你生病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你生病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跟你说过的，只是你不信。你不会死的，你会永远都信。我没有背叛你，小生真的是你的儿子。你跟小生做亲子鉴定啊。 只要你能好好活着，有我把柄给你都可以。小山，妈妈好开心。即使妈妈离开这个世界，还有爸爸可以照顾你。苏苏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推开你。万一……苏苏，林小姐把刀发昏倒了。 白素，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好吗？好难受。我今天晚上还有事，我让助理留下来陪你。你有什么需要就找他。白素。
唐苏、陆怀祖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复合的。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么咒自己的病人，装什么不好，竟然装胃癌晚期。你是没看到啊，他在急诊室里边要死要活，要是没帮他撒谎，他说他一头撞死，我哪敢不帮他呀。你说谁在装胃癌晚期？陆先生，您听错了，我哪有说这种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到底是谁？是唐小姐，唐苏小姐，她给了我钱，还拿自杀来逼着我，我只能帮她来骗你了。妈妈，爸爸他真的会喜欢我吗？当然了，我的小生那么好，没有人会不喜欢。小生，以后你也要爱爸爸，就像爱妈妈一样。他说居然敢骗我！哈苏，居然敢骗我！放开我妹妹！小生乖，妈妈跟爸爸出去了，马上就回来啊！哈苏，为了那个野种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，装鬼癌这种下贱的方法都想得出来。老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有骗你。这是鉴定报告，你跟小生是亲父子。可是唐苏，报告上面的字我不信啊。我听过荒无人烟，看过浪漫风月，可领略风景万千，不敌见你一眼。以后你跟我陆怀祖再无话，婚姻嫁娶再无相干。阿总，你想让我死的心愿很快就能达成，可是你不能不要小生，我求你，你救救他吧。死了正好，黄泉路上刚好有那个野种为你作伴。小生，你快下来。妈妈，都怪我，是不是我死了你就难解脱了，他就不会再欺负你了。你先下来，妈妈给你解释。来世跳山再带你的儿子。妈妈，我走了。看手机新闻了没？陈家长子景墨强势回归了，而且啊，成了景氏集团第一代掌门人。景墨，景大哥，唐唐，谢谢你的照顾。如果我还能活着出这个地方，一定努力赚钱，治好小沈的病。景大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姐，我不认识你，请自重。莫，你认识他吗？他好像跟你很熟哎。你要是有其他的女人，我可是会吃醋的。唐唐，我这辈子只要你。秦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才是唐唐呀！你不记得我跟小生了吗？小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。滚！陆怀祖，真不要脸。被景浩睡了，现在又想去告他大哥。唐苏，你简直就是人精的。陆先生，你好像已经忘记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是你亲自逼我在离婚协议上签的字。所以无论我是去勾一个男人还是一群男人，都与你无关。陆怀祖，你已经不是我的人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就算我陆怀祖不要你，你也休想跟别的男人双宿双栖。陆先生，跟我这种人尽可夫的女人做，不怕染病吗？小姐，
你放我出去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唐苏，怪不得念念那么讨厌你呢，因为啊，你总喜欢勾引别人的男人。你明明是个帮手。唐苏，为什么要叫人杀了唐亮的手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昨天从警室离开之后就直接回家了，我怎么可能伤了他的手？你找的那些人都已经招了。你对今天的事怀恨在心，你雇佣他们伤害了唐亮，伤害了我的女儿，还要我的命。我不想出人命的，就放过他一次吧。这样吧，你就伤他一根手指，就算为我报仇了。好，我应你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砸了他一根手指。景墨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这样伤我，等你恢复记忆，你会后悔的。海佐，你也太坏了吧！这种时候还接电话。刚刚没人给我打电话。没有啊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，都幻听了？景总，这个女人接下来怎么处置？哪来的就扔哪去吧。是唐延生的监护人吗？不是。治疗费被交了，再不及时交费，就视为放弃治疗了。我交。别听我儿子的治疗，我不能死，小生的病还需要钱，我得想些办法快速挣钱。唐小姐，您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那就在协议上面签个字吧。另外，考虑了您的特殊情况，我们会先支付您90万。小陈终于有救了，还差10万，小陈的手术费就凑够了。经理，请问您这里还缺卖酒的销售吗？缺，现在就可以上班啊！换衣服去吧。啊。哎，陆萨，你什么时候跟我姐结婚啊？等着当伴郎呢。姐，到时候你没捧花，一定得给我啊！你留着，是你要捧花干嘛呀？他们说有捧花好找女朋友嘛。那你可得看仔细了，可不要找到一些下三滥的歌手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擦干净。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。小姑娘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。我有一点喜欢你，我特喜欢你，刚刚你进来的时候就喜欢上了。你不要觉得我轻浮啊，我一直觉得我心里边有个很重要的东西不在了，看到你之后我觉得我内心的空缺圆满了，真的。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不知道啊，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，他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女人。跟一个小姐共度一生也是天上了。陈，你知道谁把咱妈害成那样的？谁啊？我知道了，你告诉我，我一定把她洗髓说断。就是你面前的这个女人。这怎么可能？小姑娘，你唐苏，我妈性格平和善良，你为什么要害她？我知道你不会信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我就算伤害我自己，也绝对不会伤害苏阿姨。唐苏，我相信你，先起来坐。有小王阿姨在，我妈很快就可以康复出院的，到时候我一定还你一个清白。谢谢。海佐，我肚子好痛啊，
我好害怕我会死。我送你去医院。白左，你之前答应娶我是因为我怀孕了，现在我们的孩子没了，你是不是就不愿意娶我了？不愿意，苏苏，此生我只要你。孩子没了不是你的错。那你还愿意娶我吗？我娶你。夏哲，我们先订婚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不是是个男人你就会往上贴？你还真是贱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擦破了一点皮。走，跟我去医院。阿总，不，陆先生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的事不劳你费心。况且我跟林二少只是朋友。陆先生，你要是没什么事，就请回吧。对了，最多半个月，我会从这儿搬出去。搬出去？搬去哪儿？是要去找林二还是警察？你是不是卖肉卖上瘾了？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那我就让你一次卖个够。陆先生，我也是要挑客人的。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不卖给你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不是，你不是我的。这什么？火肉鸡。我怕他做不下来。阿总，我们那么相爱过，这谁干的？可惜再也回不去了。问你是谁干的？唐苏，唐苏，唐苏，手怎么回事？不用你管。到底是谁干的？我要说是林念念干的，你信吗？还敢陷害他？说话。阿祖，我不想再自取其辱了。不，你不是我的阿祖，我的阿祖早就死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会让念念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至于你唐苏，在我心中屁都不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林生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你有什么话，你可以等你病好了再跟我说呀。我结过婚，还有个五岁半的孩子。苏苏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林生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我很感激，但是我配不上你。结过婚，意思就是你现在已经离婚了，对不对？离婚了好啊。你未嫁，我未娶。苏苏，我们的宝贝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小生是男孩。男孩好啊。对了，小生现在在哪里？我去给他买点礼物吧，现在就去。哦，对了，小春喜欢什么玩具？变形金刚、奥特曼，还是小猪佩奇？算了，我都给他买吧。你好好休息，明天带我去见小春。对了，这是慈善委员的邀请函，等你病好了，到时候来当我的女伴。准备好了就动手吧，我可是一天都等不下去了。哦，对了，记得把林依晨支走，可别让他坏我的好事。想妈妈天上的月。
唐苏，是你们抓走了小生对不对？他人在哪儿？没错，他在我手上。不过想让我把他还给你，没那么容易。别伤害他，不管你们要什么，我都给你们。那我可就直说了，后天傍晚之前把1000万送到我的面前，否则你就等着给你的宝贝儿子收尸吧。哼，当然你也可以报警，放心，只要你报警我立马撕票。唐苏，我劝你尽快凑够1000万，因为你送来的越晚，你会发现你儿子身上的东西会越少。什么意思？如果凑不够钱，每晚一个小时，我就从你儿子身上剁点东西。别，我筹钱，我会想办法筹钱的。我求你们，你们别伤害他。妈妈别哭，我没事。小山，小山。妈妈别来救我，我没事。苏苏，对不起，我临时有点急事，需要去趟国外。等我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去看小生。你又想做什么？小生被人绑架了。绑架？你为了钱还真是什么谎都能扯出来。我没有骗你，小生真的被人绑架了。宝贝说要1000万，要是我明天晚上8点不能把钱送过去，他们就会……就会怎么样？我求你，你救救小生好不好？就算那个野种真的被绑架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算那个野种真的被绑架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跟孩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会用一辈子保护你的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陆怀左呢？我是怀左的未婚妻，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了。林念念，我要见陆怀左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自取其辱了，怀左他是不会见你的。怀左，你快来救我，姐姐她要杀我。放了他。陆怀左，我需要1000万，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杀了林念念。姐姐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害我？你给我闭嘴！陆怀左，1000万还是林念念的命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爸爸，我说我要1000万，否则……否则又怎么样？没什么。不错，姐姐刚刚好可怕。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别怕。唐苏，真是该死！我今天就可以把我的命给你，但是我求你，你借我钱，救救小生好不好？你不是想让我死吗？来，都给你，上了，救救小生。唐苏，要你的命我嫌脏。唐总，要你的命我嫌脏。以后不许再来烦，否则不用帮我分析，我也会亲自送那个野种上。他不是帮着林一晨，怎么还用来找我要钱？为了弄到钱，还真是一个男人都不放。白左，今天晚上我留下好不好？白左，人家想你了。我让人送你回去。白左，我不走。我是你的女人，我们本来就应该住在一起。念念，听话。唐苏，你给我等着，等弄死了那个野种，我再来好好收拾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
听说了吗？我们最近那个阳春白雪啊，又要举行拍卖活动了。阳春白雪不是海参最有名的孝庆窟吗？对啊，那可是男人享乐的圣地，一掷千金啊，只为博美人一笑。听说上次最高的价格拍了3000万。小山，别怕，妈妈肯定会救你的。哎，于是来，好吧，跟我来，先去化妆。再次恭喜袁先生，有请下一位。这位姑娘好美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翩若惊鸿，皎若游龙。我好像遇到我的洛神。老陆，天下怎么会有这么贱的女人？怎么样，老陆，我的洛神是不是很漂亮？我决定了，今晚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要给她拍下。底价100万，赔付加价10万，现在竞拍30，200万，300万。不愧是我的洛神，果然魅力非凡。500万，1000万，3000万。哎，老陆，我记得你刚回国的时候，不是谈过一场恋爱吗？你喜欢那个姑娘跟我的洛神相比怎么样？4300万。5000万。5000万。1次。5000万。2次。1亿。哎，老陆，你这也太不地道了吧。老陆，你想涨价？哦，我懂了，你想先拍下来然后送给我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继续争。1亿2次，1亿3次，通票。朱明和唐小姐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陆先生，请。陆先生，我们还是先跳舞。你费尽心机出来勾男人，现在装什么贞洁烈女？前两天，再没有你的世界，你听得出我的落叶，你听他叹息着离别。阿祖，你知不知道这一跪过往所有汉室伤痛皆成空了。冬至的白雪，你听他掩饰着哽咽。哎，接火车到了。把银行卡送到南山附近的废弃工厂，我在这儿等你。银行卡呢？先把银行卡交出来。我要先见我儿子。把银行卡交出来，否则我现在就打电话。小山，妈，总是不习惯妈妈哭。妈妈不哭，小山，你别怕，妈妈来救你了。钱我已经给你们了，放了我儿子。阿祖，哟，陆三少，李春雨来了。今天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只能活一个。你们说过的，只要给你们1000万，就放了我儿子。你们不能言而无信。是呀，他是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今天只要你陆三少选择了他，他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把他们放了。陆三少，他们两个只能活一个。我要你把他们都放了，我给你们1亿。陆三少，既然这样，那我数到3，到时候如果你还不能够做出选择，他们一起死。1亿。你怎么求你？你救救小生。阿祖，你别管我了，你救救小生吧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他比我重要多了。二，阿祖，他是你亲儿子，你不能不要的。
三。儿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了，求求你。怎么，陆三少，还做不出选择？你说话呀！你快放弃我救小生吧，不然他们会把小生杀了的。我救小生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不能失去他。我不能让你出事。你们帮我，你们杀我，放了我儿子，让他活。师傅，你的命我们不在乎。好了，既然陆三少做出了选择，还愣着干嘛？小神，小神，妈妈，小神不喜欢妈妈哭。小神，妈妈，以后你要天天笑，只有你笑，小神才能开心。妈妈，以后你别再喜欢那个坏人了，好不好？妈妈答应你，妈妈不喜欢他，妈妈只要你，拜托我求你。你不会做我爸爸，更配不上我妈妈。妈妈，我想莫叔叔了。如果你以后能见到他，告诉他不要为我难过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小山，我开始想问你，我开始想证明，我开始回避那些不成熟的问题，我控制着自己。陆怀泽，我祝福你一生孤苦，求而不得。我开始没自己。阿佐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香水调配大师，你呢？我的梦想是成为苏苏最好的丈夫。我还是想问你，我还是想证明，我还是会提那些不成熟的问题。但是我真的不要面对出事。小神，妈妈可以。苏苏，苏苏，小神，小先生，麻烦你送我去留下。苏苏，小神的陆怀左，请你以后机灵点，别再叫小神的名字了。他现在，陆先生。你走吧，你放心，我们签的协议我都记着。那一个亿你不会白花的。姐姐，这才一天不见，你怎么就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？你要是把身子折腾坏了，我和怀左都会心疼的。这里不欢迎你。不欢迎我？姐姐，你不欢迎我，总不能不欢迎你的小生吧？姐姐，我把你的小生给你送回来了。姐姐，我把你的小生给你送回来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骗你啊？天地良心，我可没有骗你，这就是你的小生。不过也是他的骨灰。你是不是很奇怪我为什么给你送来这几块破布？因为我听说啊，王匪把你的小生绑去喂了野狗，就剩下这么几块破布了，这还是怀总花了大价钱才买下来的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小生被野狗撕碎吃掉了。
你连他完整的尸体都别想看到。念念，你给我滚！姐姐，小生葬礼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这么叫我，他毕竟叫我一声小姨呢。滚！妈妈，我知道我生了很严重的病，总有一天我会死的，但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妈妈说。妈妈，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做你的儿子，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妈妈。妈妈，忘了那个坏人吧，我妈妈那么好，肯定会找到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男人。好想你啊，莫叔叔，真想再见你一面。曹操，你来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能不管你们的死活，所以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只能选择他。若曼不管林念念的死活，那我的小神就该死了。对不起，滚！怀左，你给我滚！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你。吉墨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滚！我知道你可能失忆了，但是你以前那么喜欢小山，我不相信你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吉墨，小山他一直特别想见你。吉墨，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的，是因为你把我们都忘了。我不怪你，但是我求你，你满足小生最后的心愿好不好？小生他没了。王苏，你还想玩什么花招？怎么砸断了你一根手指还不够吗？我早就说过，如果你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绝不轻易。滚！我不走，只要你愿意满足小生的心愿，你就是杀了我也行。好了，谢谢你的照顾。如果还能活着出这个地方，我努力赚钱，只要小生。我吗？你这个小生，我求你，救我！滚滚滚！我们井上都有女朋友了，还这么不要脸的往身上贴。怎么这么不知廉耻？姑娘，我们井少除了方姑娘，是绝对不会多看其他女人一眼的。你啊，以后就别糟蹋你自己了。这是慈善委员的邀请函，给你订好了，到时候来当我的女伴。林念念，这次老子为了你可是折了不少兄弟啊，这以后你不得好好补偿补偿我啊。哎，放手，要是被发现了我们都没好果子吃。这次的损失我都会补偿给你的，但是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。念念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？我那么多兄弟生死未卜，你却在这给我忙着过河拆桥。你牢里的那些兄弟知不知道是我让你绑的唐先生？那就得看你表现了。刘父，你敢？林念念，你看老子敢不敢？顾哥，我错了，
以后我都会对你好的，就算我跟怀泽在一起，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？这就对了吗？今天让老子好好疼疼你。行了，你把人家的衣服都弄坏了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等明天过后我去找你。好。因为害死小生的罪魁祸首是他。姐姐，这是我和怀佐的订婚请帖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。订婚啊？那是不是要随份子钱？是啊。就这么盼着我和林念念订婚？林念念，开心吗？马上就要被扶正了，我可是真心邀请你的，你怎么这么说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也是真心的替你们开心。陆先生，你也很开心吧？毕竟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阿苏，阿苏，都是我不好。你别生气了，不是你，我不是故意惹姐姐生气的。我信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景少今天来了吗？景少过来了，他在楼上休息室呢。谢谢。你好啊，你好，李小姐。刚刚我姐找你有什么事儿呀？你说唐小姐吗？她找景少，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。那这样。你帮我把这杯酒送到景少的房间去，就说是我姐让你送过来的。谢谢林小姐。去吧。今天晚上有好戏看。子墨，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？我们好好聊聊。我相信你如果没有失去地牢那段记忆的话，你一定早就见小生了。地牢？什么地牢？秦墨，我们一起在地牢里面待了四年，小生是我跟阿佐的孩子。我在地牢待了半年之后，小生就出生了。那之后我们三个人就相依为命。你难道一点印象都没有？进来。请上您红酒。阿苏，为了往我身上贴，你还是什么话都编得出来。可惜你打错算了，我景墨并没有失忆，过去那四年可能记得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我知道受伤后一直是堂上陪着，没有你更没有什么小生。难道景墨不是失忆，而是被催眠产生了错误的记忆？像你这种为了飞上枝头不择手段的女人见多了。我没有，景墨，我发誓我对你从来就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只是把你当朋友。我知道了，无论你怎么想我，我只希望你能满足小生最后的心愿，来世当牛做马。还在说吗？既然你这么不要脸，那就如你所愿。你干什么？往酒里下药，装什么贞洁烈女，不嫌恶心吗？怎么我被林总圈套了。这种人真低劣。你放开，请帮你冷静一点。阿姐，不好了，姐姐出事了。我刚刚听到有人说姐姐进了楼上景少的房间，而且还和景少。放开。我要等你住手！你刚住手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景少，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姐姐？要是我跟怀佐再晚来一步，你就把我姐姐怎么样了？欺负？要是他往酒里下药，来往我身上贴，会碰他。仓促，那么下药，我是被陷害的。今天来找他，都是为了小生。行，别告诉我今天不是你主动进的房门。别告诉我之前在地下停车场不是你一次次主动想要勾我。不是这样的，金光，你可真要脸。他说一天不勾男人你就会死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一天不勾你就死。唐苏，你
我脑子没坏，不用你一遍遍提醒我叫什么名字。景墨，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这几次主动来找你都是为了小申。他们说但凡对你有半点非分之想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阿苏，如果你真的对我没有非分之想，为什么叫人绑架他们？怎么没话说了是不是？是啊，没话说，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。我信你，我相信你。一晨，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误会，姐姐会给景少下药一定有她的苦衷。苏苏给景少下药，说来也巧，我来的路上刚好碰到小李和他的小伙伴说悄悄话，不听不打紧，这一听竟然发现我的苏苏好像是被陷害了。你说说那杯红酒到底是谁让你送到锦州房间？是我的苏苏还是我的好姐姐林念？是林念念，林小姐。你胡说，我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姐姐，你想要爬上景墨的床那是你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呢？林小姐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明明是你给我红酒让我送给景少房间的，我这样对你太失望了，而且你这种害人脏钱我不要，你这种害人脏钱我不要。小李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我今天根本就没有见过你，我又怎么可能给你钱让你帮我做事呢？姐姐，我真的不怪你，但是能不能请你不要再害我了？没错，别怪姐姐，我知道姐姐她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恨你救了我，放弃了小申。林小姐，你也真的是超级影后啊，我很佩服。但是啊，这酒店大厅啊有摄像头，你给没给我钱送过酒，这摄像头可拍得一清二楚。哦对了，另外啊，我们可以顺便做一下指纹鉴定，我赌一包辣条，这杯子上面啊一定有你林小姐的指纹。还有啊，林小姐，我把话放着，要是我林鸾以后出了什么好歹，这一定是你林小姐做的好事。怎么，林念念，你是要我调完监控再查完指纹吗？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怀素，错了，是我骗了你。那杯酒是我让他送的，但我不是为了要故意陷害姐姐的，我是承认我有私心。但是怀索，就算你不愿意承认，我也能感觉得到你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姐姐。你想不明白，这四年陪在你身边的一直是我，为你不顾生死的人也是我，但你心中念念不忘的人却不是我。所以我想姐姐能够找到她的真命天子，一时鬼迷了心窍才会帮她一把。白祖，我知道我这次过分了，但我真的很怕失去你。我不怪你。白祖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改的。不怪林念念。姐姐，我是真心求你原谅的。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跪死在这里。林念念，你在拍电视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你就跪死在这里。我是真心求你原谅的。林念念，你要是真想给苏苏道歉，就拿出点诚意来。你不是要磕头吗？来吧。一晨，你磕你的头，喊我名字干什么？磕。不过分了。怎么？欺负苏苏就不过分，我让他磕一下头不过分吗？念念欺负谁我不在意，我只知道我陆怀所的女人谁都不能欺负。可以，你陆怀所的女人别人不能欺负，我林奕晨的女人你们就能欺负了。苏苏是我的女人，谁要欺负她我就和她势不两立。对不起苏苏，没想到出国之后你受了这么多苦，
要是我在，小山也不会死。这不是你的错。苏苏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欺负了。我已经连累了小山，不能再把灵儿上牵连进来了。喂，哪位？刘先生，是林小姐让我给你打了电话。林念念，又想搞什么鬼？您先别生气，林小姐是让我给您送钱的。你告诉林念念，想跟我一刀两断，做梦！你让他等着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他。你马上给我滚出来，林念念，否则我马上去找陆怀所。谁让你来的？快回去！林念念，你以为傍上了陆怀所，你就能摆脱我？告诉你，做梦！哎，你一直不知道吧？我有录像的习惯。你说那些画面呀、啊？我可都珍藏了。哎，你说要是我让陆怀左看见，他还会不会娶你？刘父，你这个混蛋，你赶快把那些视频都给我删掉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威胁我？你说咱俩现在这种情况，该谁威胁谁？傅哥，我以后都会对你好的，你能不能别再这么为难我了？看你表现了，我以后订婚之前晚上都去你那边住。这也差不多。哎，对了，你要是再让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拿钱打发我，哼，我让你身败名裂。唐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唐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唐苏，你站住！念念，华儿姐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姐姐，你快把手机还给我，那些照片真的不能随便发到网上的。放开！怎么回事？怀兄，你快帮我把他的手机抢过来，他冲进浴室对着我就是一阵狂拍，说要把这些照片都发到网上，让我身败名裂。照片上。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怎么恨我，你也不能毁了我呀。是怀兄。他在骗你，这些视频在勾结绑匪的证据，不信你看。姐姐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饶了我呢？让灵儿给你买个新的。陆怀左，你真是个瞎子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喜欢像你这样的混蛋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当初是瞎了眼才会喜欢上你这样的混蛋。有种你就杀了我，反正小生现在已经死了，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我不会杀了你，那样太便宜。还有那个野种的死跟念念无关，你要是想报仇就来找我，你要是再敢伤害念念，我一定把你挫骨扬灰。苏苏，你去哪儿了呀？电话也打不通。我手机摔坏了，怎么了？哦，嗯，苏苏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嫁给我吧，苏苏。嫁给我吧，苏苏。我会用生命守护你。我知道你现在还不喜欢我，可是没关系啊，等我们在一起了，你可以慢慢喜欢上我。林少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你。苏苏，是我配不上你，你值得更好的人。不，苏苏，在我心里，只有你能配上我。如果我有健康的身体，刘小生有一辈子的时间，我想，我应该会好好报答你。苏苏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生病了，没剩多少时间了，能够遇见你。是我生命最后唯一一件温暖的事。苏苏，你到底生了什么病？胃癌晚期。胃癌晚期？我应该早些告诉你的，害你浪费了这么多时间。对不起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
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刘院长，唐小姐是胃癌晚期，我建议最好是保守治疗。这样，在唐小姐生命的最后这几天，我让她好受一下。最后这几天，什么叫最后的这几天？唐小姐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唐小姐没有多长时间了，如果情况乐观，最多也就是半个月；若是不好，就是这样。林二少，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忘了我，找个好姑娘吧。不要，苏苏，我不要，下一秒就要跟你分开，下一秒我也要和你在一起。这不会是？放过他！你成就了。让我！逸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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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能有谁？黄岗路这边发生了车祸，快来！别哭，我不哭，只要你没事，我不哭。你不认为我是亲生的？答应你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苏苏，如果这次我挺过去，你再一起，我嫁给我，走，走，走，最美的新娘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李晨，你不是要娶我吗？你醒醒，你醒醒，李晨，你还想嫁给他？是，我要嫁给李晨。再说一遍。再说多少遍，我都要嫁给他。你是我的女人，顾先生，您糊涂了。我是你的前妻，林念念才是你的女人。不过有件事，我还是挺感谢你，你没有给过我一场婚礼。我也没有穿过婚纱，所以，我人生中第一次穿婚纱，幸好不是给你。陆先生，在我心里，你都是。不错，十里花开，满城锦绣。我要给你一场盛世婚礼，让你做我陆怀佐最美的新娘。好啊，我要做我的阿佐最美的新娘子。姐姐，逸晨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一跟你在一起就出事？笑什么？逸晨都伤成那样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韩总，我知道姐姐她恨我，她可以伤害我，但是她不能伤害我妈跟逸晨啊。你。林二他不会有事的。你这个该死！姐姐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打我？阿总，阿总，我好痛。谁让你这么对你的？道歉。道歉？那不如咱哥俩一起道歉吧。阿总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韩总，姐姐太过分了，我不许她再靠近我弟弟。我们把姐姐请出医院好不好？从医院里面滚出去的人是你，姐姐，你敢说幕后主使不是你吗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逸晨会被车撞，不是偶然，是一场蓄意谋杀。
我知道你瞎，但是我还是想问你最后一次：是林念念雇凶撞伤了依晨，你信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那是安晴。那是因为她想做的人其实是我。念念不可能会做这种事。安素，姐姐伤害了依晨，我不想再看到她。我相信依晨也不想再看到。 请你离开这里！你没资格这样对我！放开我！你让我进去！你让我进去！来，老四。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折腾，让开！不可能，我说了不许你再靠近我弟。林念，你没资格拦我。要我是你，一直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你看，怀左他也不想你再伤害一晨。林念，一直害人的人是你。你们给我让开！阿苏，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伤？我要见一晨，你就别再妄想。 别说是活着的一程，就算是一程的葬，你也别想参加。阿苏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医生说了，他伤得很重，没有十天八天是好不了的。你说这么多天，我能干多少事儿？ 你疯了！他可是你亲弟弟，亲弟弟，亲妈我都能杀，亲弟弟算什么？没有人可以挡我林念念的路。哦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吧。林念念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你说，我是给他注射药物让他死呢，还是制造一场医疗事故，让他死在手术台上？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你恨我，你杀我好了。别动他。 直接杀了你，那多便宜！不就是要你一无所有，你爱的人、爱你的人，你一个都别想得到吗？那个疯子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不知道我的下场会如何，但有一点我可以确认，我的下场你看不到了。放开！放开我！怎么回事？陆先生回来了。什么？他们还让龙女去小亭二上。 先不要请李王总。医生说了，他伤得很重，你爱的人、爱你的人，你一个都别想得到。小娘们。 走那么快干嘛呢？哥几个还等着给你拍照呢。没有了，哥几个怎么拍照啊？早上接到准备好了，你不配合，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。你怎么不跑了？你放开我！冷静。你放开！你想把牛郎抢回去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江哥天都没人来救你啊！ 有人给你们钱了，对不对？我也有钱，只要你们放了我，我给你们双倍的钱。<笑>哎呀，这把我们，我呸！这小娘们儿还真是世间难寻的极品啊，这也算是我亮子的福气了。左，这小娘长得真心不错。<笑>哎，等一下，你跟我亮子啊，好好看看。哎，好好看。<笑>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 你们放了我，你们这是犯法的。犯法？勾引了我们怎么犯法啊？小娘们，哎，猴子，你打脸啊！这都是拍照，拍照啊！哎，林亮，谁先上啊？哎，说好了，我跟亮子签的吗？我这是……啊！啊！狗娘们，老天不容！猴子，你忘了林小姐交代的吗？
拍照最重要啊！你不想要后来那200万了是吧？爷，又是他。你先让老子不舒服，老子给你好看。兄弟，我亮子今天替你报仇。你放开你放开我！你啊！苏苏，别怕，有我在。任何人走入心来都像是一个小孩，用太奇怪，在流逝时光里总有个人等待，好像那时我们都在，当时的事都记录起来。放松，我不是自找，既然这么想做我们的女孩，那就好意思。放松。谁让你碰他的？喂，谁让你碰他的？我自己的情人，我想碰就碰，与你陆三少何干？情人？苏苏，你可真厉害。什么意思？陆三少确实多管闲事，我想包养谁就包养谁，与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还头一回听说一个女人从同事被这么多男人花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为了她，我花了1亿，你说我什么？给你双倍。你觉得我差你这点钱吗？喂，唐唐。哇，我发烧了，我好难受啊。好，这就过来。看到了。在他心中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在他心中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就算我什么都不是，也跟你没有关系。就这么想的？看来你对灵儿的感情也不过如此。陆先生，我说了，这跟你没有关系。你老说我贱，你自己呢？你还给我。就这么把我画上了？就这么不愿意给我说话？是，我就是跟阿猫阿狗生，不会跟你生。再说，我就是跟阿猫阿狗生，不会跟你生。我就是跟阿猫阿狗生，也不会跟你生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就是跟陆边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给我生孩子，我不配。拿去买药吧，千万别忘了。你要是怀上了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。喂，唐姐你好，我是聂风。聂特助，能不能麻烦您帮帮忙，去病房看一下依晨。唐姐，林二嫂今天凌晨伤势突然恶化，抢救无效，去世了。什么？林二嫂去世前醒来过一次，她说希望您不要为她难过，她希望您能好好的。今天下午我会遵循林二嫂的遗愿，把她的骨灰放到你身边。
医生，住这个病房的人呢？他一直住这个病房的，是不是换病房了？宁儿少，是，就是宁儿少。宁儿少已经走了啊？走了？什么叫已经走了？走了就是死了，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永远不会回来。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，能不能再听一听听你的声音？就算是叛逆，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忍着叛逆的寂寞等待我心。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天空已光如水，是海洋的倒影，蓝色已望如期，我的泪在哪里？唐小姐，宁儿少死前请求灵动，同意将他的骨灰送到你身边。宁儿少说，这辈子都想照顾你，请你好好照顾他。姐姐，你不请我坐坐吗？宁儿少说，这辈子都想照顾你，请你好好照顾他。姐姐，你不请我坐坐吗？医生说了，医生已经度过了危险期，马上就要好。明明他的身体已经有了好转，没有任何危险，怎么好好的突然就死了呢？林念念，是你干的对不对？是你害死了他，他是你亲弟弟，你怎么可以啊？我杀了我的亲弟弟，是你害死了。唐叔，我说过了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去帮我们。姐姐，林依晨不是我孩子，是你。你想说，是我逼你的。唐苏，你一个将死之人，还想杀了我？白日做梦呢。依晨，对不起。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你活着的时候，都是你在保护。现在，换我保护你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订婚纱的，姐姐要结婚了。是啊，我要结婚了。那姐姐什么时候结婚呀？我和怀佐一定会去参加你的婚礼的。你要跟谁结婚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放手。别挑战我的耐心。陆先生，我自然是要和林二少结婚。我答应过他，我会嫁给他。白佐，姐姐身上这套婚纱真好看。白佐，我穿着这套婚纱做你最美的新娘好不好？白佐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讲话？我好喜欢这套婚纱，我们把它买下来吧。白佐，郭小姐。这衣服我要了，麻烦你一会儿帮我包起来。好的。我要你把这衣服包起来。白佐，姐姐要是不愿意就算了，你别为难她了。你喜欢的东西没人能抢走，这套家衣我要。好，反正她喜欢我的东西也不是一次两次，也不差这一次。唐苏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不用跟我浪费口舌，我对陆怀佐半点兴趣都没有。你知道我最讨厌你哪一点吗？
我最讨厌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过是一个被男人丢掉的垃圾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青儿，你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对我？姐姐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对我？丽丽，你怎么样？海总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你别怪姐姐。要是念念有什么事儿，我要你命，我来救援。我没有推开，店里面有监控，到时候我会自证清白。清白？我亲眼看到是你把他推下来，是怕自己滚下的楼梯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去看监控。你还敢狡辩？你最好祈祷念念没事。要不然我一定让你寻找寻找。宁科主，我遇到一点事情，请行动。长安姐，你遇到了什么事儿？我一定尽全力去做。我被人陷害了，我想找到那段监控，证明我的清白。你放心，办了就办了。念念怎么样？陆先生，林小姐暂时脱离了危险，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只是她可能以后都再也无法怀孕了。林小姐这次伤到了子宫，可能……再给我说一遍，林小姐以后都再也无法怀孕了。老夫，你把我孩子害死，这债你该偿还。是他自己摔下楼梯，摔死了你的孩子。你要真想讨债，你应该去找他。陆川，你快去看看，林小姐想不开，要寻短见。陆川，林小姐想不开，要寻短见。林小姐，恭喜您怀孕了，已经有三个月了。不行，这个孩子不能要。念念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不会好，一切都不会好，我再也生不了孩子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不能把你保护好。我们结婚吧，我会让人好好准备，下个月就结婚，好不好？海松，别再离开我了，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了。放心吧，我会让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。唐素，你让念念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，按理说我应该把你的孩子也杀了才对。可是你的孩子已经死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海松，唐素的孩子是死，但他的木还在。你给我闭嘴！陆海总，我知道你是非不分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。但是小申已经走了，我不许你们再去打扰他。我知道唐苏的孩子埋在哪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放开唐苏！你们干什么？唐苏，你害得我以后再也不能做母亲了。这下你满意了？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人面兽心的姐姐？念念，你不用在我面前演戏，我就是下地狱也要拉着你一起。你还真是死不悔改。怎么会呢？我后悔我爱错了人。陆海总，你就是个被猪油蒙蔽了心的魔鬼。陆海总，你就是个被猪油蒙蔽了心的魔鬼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说过，我跟小神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在人。可是你一次次将我逼入绝境，
可是我又觉得你很可怜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小盛是你的孩子，希望到那个时候，你也能够像现在一样长大。你又想玩什么东西？怀左，唐苏手里还抓着他儿子的遗物，要不就让他带走吧，也算是给他留一个念想。小可，这是小盛的东西，我凭什么给你？你们把小盛的坟墓还不够，你还不满意吗？小盛，你放，刘怀松，我不会原谅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。我让你闭嘴！刘怀松，我不会原谅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。我让你闭嘴！笑着对我说，如果没有沉默，再灿烂的烟火总是见着我，越是难的心疯了。怀松，唐苏他好像真的疯了，要不我们先走吧。不能让我解开这枷锁，从林小姐不应该当初该怎么说才能明白我，因为有你才变得脆弱。在我心里你欠我的还没还完呢，你让念念生不了孩子你得陪我一回。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放开你，谁陪我们那个孩子？因为你，他这辈子都不能做母亲。但是他还想要一个孩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念念不能生，是他自己造成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还敢狡辩？你简直罪该万死。不过在你给我生一个孩子之前，我不会让你死。肯定给你生孩子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你放开！自己造的孽自己还。陆怀左。我不可能再怀孕了。你觉得我会信你的鬼话吗？我生病了，我以后都不可能怀孕了。所以你今天要么放了我，要么就杀了。你放心，等你把孩子生了之后，我一定亲自送你上医院。你放心。若你感觉累了，一回头是我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卢三少，他失血过多，需要紧急输血，但他是熊猫血型，医院血库中的熊猫血不够。是我的，我也是熊猫血。好了。逸晨，只要你醒过来，我就嫁给你。逸晨，刚说什么？我看清楚，是陆怀子，是你吗？是，你是陆怀子，不是逸晨。你放开。放。就算你现在出去，你想想，没有我同意，李英晨的消息不许泄露半句。是老大。我就是要去见他，而且总有一天我会嫁给他。唐苏，别过来，陆先生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陆怀怎么样，你也休想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就算我陆怀怎么样，你也休想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你尽管对我用枪，但是我保证，只要你得逞，我一定会死在你面前。我不许你爱他。凭什么不许？就凭你是我姐夫吗？你好像忘记了，是你亲自逼我在离婚协议上签的字。我们之前
陆先生，我是你的前妻，你现在有未婚妻还这样缠着我，就该死。爱得过失去又还偶来回答，迟来的阳光照不了苦瓜。忘了，我给你一次跟我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姐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好礼，你不必谢我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干嘛？送你下地狱。海佐，海佐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我要送你去医院。我说了我没事，抱歉。什么？陆先生，你是在讲笑话吗？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害死了林二少，连骨灰都不放过。那个野种的死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你就是疯了。我就是疯了，就是被你们逼疯了。不错，不错，我看你就是疯了，你就是疯了。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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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娘。没时间了，扫地去。毕竟嫁了你二十多年，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好妹妹，你给我去死！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你放开！你放开！害死了那么多人，他必须死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不在乎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只要他能死，我怎么死都无所谓。放开我！海佐，海佐，我担心他会伤害你。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看病。喂，老大，彭小姐她晕倒了，她现在把她送到精神病院，另外给我订一张去法国的机票。林念念，又是你，放我出去！唐素，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里是青山精神病医院。你知道是谁把你送进来？是怀佐。你伤了我，怀佐他心疼了，他说了要让你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今天是怀佐让我来的，你知道他让我来干嘛吗？虽然你没有毁掉我的脸，但是怀佐他心疼过你，他说了一报还一报，你想毁掉我的脸，那你的脸也别想完好了。唐苏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但我就不相信你也会不怕在这个精神病院被那些人折磨致死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，你一定很奇怪吧？为什么苏茶莎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我是残疾生？林奕晨是我的亲弟，我却想要置他于死地。因为你恨我。因为啊，苏茶茶并非我亲生母亲，林奕晨也不是我的亲弟，我跟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说什么？
你一定想到了吧？林家丢失的女儿就在他家。如果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那他们的亲生女儿就只能是你了，我的好姐姐。之前你在地牢的时候，有几个混混拔了你的头发，他们拔你的头发是为了去跟我爸，不，去跟凌霄做亲子鉴定，而你是货真价实的林家千金，自然不会有任何闪失。我为什么会杀了苏茶茶？就是因为他那天偷听到了我和我妈的讲话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也怪他倒霉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的锦绣前程。姐姐，你就在这里好好的等死吧，或许用不了多久，你的亲生母亲苏茶茶就会下来陪你了。林念念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今天最好杀了我，要不然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一无所有。我当然不会杀了你了，我就是要慢慢的折磨死你。今天一别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相见了，我就祝你好好的去死。我就是要慢慢的折磨死你。今天一别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相见了，我就祝你好好的去死。好好啊，啥开口了没？想清楚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向念念道歉。想不清楚了，这辈子都想不清楚了。饶恕，饶恕，你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，我会再给你机会。老左，林念念不是凌霄和苏茶茶的亲生女儿，她是冒牌顶替的。其实，亲子鉴定都做过了，念念会不是凌家的亲生女儿？别告诉我你才是凌家的亲生女儿，简直无可救药。你快看，就是他抢了我们老大的脸。你别着急，我就把你的脸给抢回来。坏女人，快把我老大的脸还回来！你还给我还回来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苏，苏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真是你吗？苏，对不起。是我吗？你的姐姐才真的明白，一切回忆不去从前。今天是念念的大喜日子，你怎么能对你姐姐这种态度？你好好反思反思。不然你出不了这个门。阿祖，说，这是我给你打的最后一通电话。能不能再听我想死了。你是想耍什么花？知道我今天跟念念订婚，你是想毁了我们的离婚宴？我只是想跟你说声再见。死了吧，我祝你头发好看。走，还不挂电话？是想让我送你投胎吗？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现在谁要代替我主张？
只想看看你模样。我不再是你生命的一束光，你会靠最另一个肩膀。裴总，我先去那边了。陆三，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一下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苏苏，他电话打不通，我不放心。这个人又在玩什么把戏？跟我没关系。哎，王总，城里不像那边过来的时候，楼上也被家着火了，里边房间有个女人一直在公寓里面呼救，烧得可惨了。那女人最后怎么样？被火警救出来没？我经过柳巷的时候，反正还没有救出来。听说他的房间门是被反锁的。哎呀，哎，老孙，柳巷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了？那女人被救出来了吗？哎呀，我就知道那女人肯定是凶多吉少。哦，我想死了，我只是想跟你说声再见。老赵，那个女人真的死了？死了，老孙说了，死得可惨了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。也是，那么大的火，被烧了那么久，估计连自己亲妈都不认识了吧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刚说哪着火呢？说话！陆三少，着火的地方在柳巷。哪栋？好像是八号楼。立即过去。说话，哪间公寓？具体哪间公寓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，着火的地方好像是在六楼。六楼，苏苏。哥，你要去哪儿呀？马上仪式就要开始了，你先别出去吧。我必须要出去。白左，别走。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。这么多人都在这看着，你走了让我怎么办啊？那么大的火！是啊。苏苏，哎，你干嘛的？说了有关职能不能进紫边线了，你们出去。滚！这不是苏苏，这一定不是苏苏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他还好好的，他刚刚还给我打了电话，只是我没有接到而已。苏苏不会有事的，我的苏苏不会有事的。他错了。阿祖，阿祖，我想死了。死了好，我祝你投个好胎。你给我醒过来！我不管你对我什么把戏，我现在命令你把眼睛给我睁开。阿祖，阿祖，把眼睛给我睁开！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是唐苏小姐什么人？大王是唐三少。麻烦你们把唐苏小姐的尸体给我们一下，她之前在我们这里签了一次捐赠协议。她着急给她儿子做手术，我们看她可怜，所以破例提前给他们支付了一大笔费用。按照我们协议规定，唐苏小姐尸体损坏严重，后续的尾款我们不可能支付的。还是我不值得，教堂的班谁都别想跟他抢走，谁都别想。唐苏，你们跟着他走哪去？我会让人加倍上当来找我的。90万，90万。
来回答，你为了解释完就把自己给卖了，你到底想死了是不是？不管你怎么想我，只要你肯借我100万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当年你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如今又来跪着求我。阿祖，不是这样的。在我眼里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他是你的亲骨肉，再不动手术他会死的。好啊，那就在这跪一夜，跪到天亮。上校，走吧。小小，我只要你活着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传闻您跟陆三少的订婚仪式举行了一半，陆三少中途就跑了出去，请问是有什么原因吗？那是因为我的身体不适，怀左他是担心我的身体，所以才说陆三少出去是为了一个神秘女人，这个女人才是陆怀左的真爱。最近陆家举办的葬礼跟他有关吗？那些都是谣言，我跟怀左之间没有别人。另外，我们不会再举行订婚仪式，我们会直接结婚。林小姐，林小姐。林念念，一晨，你有事吗？你说呢？一晨，看在我们俩亲姐弟的情分上，把这个视频删了好不好？亲姐弟，林念念，我看你是真的把自己当成林家人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当然是林家人啊。要不是苏苏，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你是一个冒牌姐姐。林念，真该死，陷害我姐就算了，要是让我发现是你放火害死了我姐，一定让你碎尸万段。滚出林家！他怎么样？随他去，不必一日三餐。醒酒汤随时备着就行，不吃饭都不行。他想死，你拦得住？陆三，你可真出息！你的骄傲呢？苏苏受欺负的时候，你有这么心疼人？我有罪，全都怪我。这个就是你宁愿让苏苏受尽屈辱，也要保护的女人。看，好好看，我真是一个傻子，该死的你该是我才对。苏苏，你让念念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，按理说我应该把你的孩子也杀了才对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小生是你的孩子，希望到那个时间你也能够像现在一样沉默。要是给我是给唐小姐，您命真大，还好秦老及时救了您，再晚个几分钟啊，华佗在世都救不了您了。真是谢谢您了，秦王。不用谢我，你这个病太过严重，我也只能保你多活一年半载。哎，一年时间足够了，我倒要看看最终被人踩在脚下的人究竟是谁。我去，这点事儿想干什么？滚！老大，进来。老大，我九王回去。老大，我在视频上看见唐小姐了，就是您的前妻唐苏小姐，而且一夜火爆全网，成为迷倒万千美少男的国民初恋。老大，唐小姐她还活着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刚才说什么？老大，唐小姐还活着。
老大，还有个事，林小姐她被警察带走了。什么？林小姐，她把老顶撞穿。她是被陷害的。视频被你曝光了，她让您去救她。是苏苏。 原来都是我的错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陆怀子配不上苏苏。